我主要在直播，哦，不是在拍摄，我们一般没管那个手机，一般没管它。现在从现在手机上面，现在看一下吧，现在卡不卡吧？应该不卡吧？我走近一点嘛，因为有可能你们觉得有点远。可能找不住了吗？鹰爪好高大，走吧呢，都是1.7米。和扎西曲人呢，还在卡吗？我没注意到，我手机没看呢，等我看一下。主要在关注在相机上面，没在手机上。为什么我没卡呢？走吧，本来呀，刚刚他来奶奶的时候，我那个跟拉出的差不多，跟拉出现在跳，都减了好，应该减了几斤了。但我这边没看到卡呢，你们还在卡吗？我这边我另外一个手机我看没卡呀。好，那么我这是。我设置的是多少？我用的10080，我1080，60。哦，有，但我设置的默认到就是4兆的1080。对对对，刚刚你们留言好多嘛，然后我刚。我要截图，我要说你网友都说你，都祝福你嘛。我说你尽量多来尽快中心跳，他们都喜欢看你。没卡就好，好。没卡过，有点近哦，他们这个弯有点近。
好一些没有？应该好一些吧。我又重新连了。哎，用几步跑了一个地方去了，他在后面吗？他来了之后没跳嘞，在旁边吗？没在旁边，应该在外面看吧。要不是摆龙门阵，今天现在温度28度29度，反正有点什么什么有点卡嘛。好，你就一直说卡的，我这边没卡的。好，去这边弄啊。哎，我真的不卡呀，我用的是1080分辨率的，用另外一个手机在中间看。他们应该去聊天去了，他衣服也换颜色了，后面那个不是视频会。我用手机电视同时看卡吗？我发现那个后台里面看，现在8%的用电视在看，排第一的是安卓72%， iOS 16%嘛，17%排第二。哎，又卡了一下，我这儿看了也卡了一下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换个线路。对啊，重新连了。这个软件有好处，就是说它有延迟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基本没感觉。你们发现的话，好了，应该我就早就应该操作了一分钟之前应该操作了。你们找一下拥挤在哪个位置，我绕了一圈了，基本上。他应该在这片儿。啊，就是雍真的手机，雍真的直播。哎呀，这不是吗？还用那个小的，我一般都用100多寸的，投影，我玩投影。
已经玩投影机都玩玩了六七个了，从最小的几寸十多寸到两三百寸都玩了，还是看电视好一些，现在都不玩那些了，还是普通电视好用。他走位啊，或者是那些啊，我说不可能的，别人任何时候都在跳，并且谁是在前面第一个第二个在跳，其实他不存在，人有些都不知道他来不来，他一般80%-90%的在，一般没来的话就是一些团队一些要过来啊事儿吧，他们都是一些团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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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还是多，你在现场，周一的话人还是人山人海。你看外面围了几层，里面跳舞的现在两层，至少这个场地应该在300-400人左右吧。我感觉周一到周五没什么区别，人还是很多。
拥挤就是拥真的，该的，他拥挤起来了吗？他们还不知道，因为他那个直播的角度都是固定的，他知道的话要绕一圈之后才知道。给我手机拍一些短片。才到成都没多久，几个月，你说跟着大厨啊、酒吧呀那些都是在成都上班嘛。电销售减了差不多二十斤，我觉得不信，那个十斤有。他是四月份开始跳的吧？他看我的视频才跳的，然后这才几个月，两个多月吧。在开始的时候，第一个月减了七斤。对，一身衣服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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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身衣服
那个罗马柱回来一定很美，一定是最法国设计师，但是都主厨不知道他多来几碗，因为罗马那边本来就是我说你罗马那边做少一点的多来几碗。对对对，谢谢。印度长好高是吧？有没有比韩高呢？应该差不多吧，173。
要走的。这个个子更高啊，我比我记得搞忘了，我另外一个麦克风没带。